你爱贴地，我用心来交陪，真心爱你心无别离。咱牵手走过生生世世。产品只要是我们公司出货，都一定有保证卡，这是法律的规定，也是我们对消费者的承诺。而且您卖的价钱跟我们公司的价钱实在是差太多，太贵不合理啊！我怀疑您是去买地方的，还是讲您敢会当跟我们讲您是伫倒一个购物网站买的？我会当替您去查看卖。哎呀，这间啊，你家己看。是的，我冇在这个网站哦，跟您签什么销售合约，你去买着仿冒品啊？哎、欸，你嘛个差不多的呀，你这摆亲切讲讲的，就准拄刷得着啊。我买是追梦鱼哦，哎，虽然唔是讲你这个门市部买的，但是呢，你嘛爱负这个责任吗？你是厂商呢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一定爱个负责到底哦。唔是我唔爱负责任，问题是你在别个所在买着仿冒品，你叫我要安怎负责？无你怎样说？唔相信就对啦，无要负责这个责任就对啦。我唔是无要负责，我只是想要厘清责任归属尔。好，卖生气，好，这种代志完结嘛，无得解决啦。好，大家好好讲啦，好好讲。我来无生气的啦，哈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这摆性格拢已经改哦，那照我较早的个性哦，我把恁店砸落啊，好好掉去啊啦。阿爸，等，好好掉。哎，勇哥，等我。今日阮来哦，上主要目的就是想要解决问题啦。啊，毕竟恁的品牌遐尔大，对无？啊，以后若是有消费者发生跟阮同款的问题，对恁嘛无好啊。那无安尼好啦，佮会当互阮请师傅去甲迄台按摩椅拆开做一下检查。若是确定迄台按摩椅是阮公司做的，我保证，阮一定会负责到底。好啊。这点我会当接受。那恁就麻烦你留一下地址，还有电话。好。那到时阵，我会再给你约时间。好，阿呆就麻烦你啦。啊！我平常时对迄产品遐尼严格在把关，免有可能发生因拄则讲的迄种代志啊。是卖紧张啦，咱的按摩椅虽然外观是会当 copy 的，不过内部设计拢是有注册过的，迄是偷袂走的。而且卖四万块根本就赚袂着什么钱啊！我想您一定是买着仿的乌心花。我即嘛是在烦恼讲，迄乌心花哦，唔知流入市面有偌济数量。啊，万不如迄消费者若买着，廖顺讲是咱厂商安尼偷工减料，对咱的商誉有真大影响的。喂，辉燕你好。哈？你的手叫按摩椅着？啊，先生，你先莫生气啊，先莫生气。我在想，你有可能是买着仿冒品。奇怪，到底是倒位来的厂商这么厉害？就算伊是买一台当去拆开做研究，也无可能将阮新的追梦仪放到遐尼上。刚讲是有啥物所在出问题，阮唔知影。Peter， 啥物代志？啊，按摩椅的钱已经汇入我的户头，多谢你。找时间咱出来庆祝一下。嗯。哦。我看今麦少伟，如果林怡芳应该是接客诉电话，接个手软啊。天公伯啊，甲追梦仪的设计图送来我的面头前，咱当然爱甲捧起来食，嘛不是辜负着伊好意啊呢，对吧？嗯，好，干你。李白。张所长，有意就来啊！啊，下去吧。张所长，一定好。来来来，下去。
哇，我看你满面春风哦。富贵饭店在你的带领之下，生意一定兴旺的啦。一定，咱拢是生意人，有话你直直讲。今仔日特别来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阮平爷董事会过两天啊，就要定选下一级的院长。我今仔日是专工要来甲你拜托，俊家公司支票一定要投我。我根本特别去支持郭千源做院长，伊亏欠我干妈的，我也袂甲伊讨哩。只不过邮政特级的老干部，爱我甲票投好伊。院长。你敢会找唔到人啊？这当初支票是伫你姐姐的身上，你来拜托我，还是我找姐姐来跟你讲？没，我是想讲高人甲雪琴的交情袂歹，我是担心雪琴甲秀贤离婚的代志，会去影响到高人的选定。我知影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。啊，高夫人又搁敢若听你的话，只要高董事长支持我，我相信高夫人这票一定袂走向你。这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不过姐姐一定为着学琴的代志啊，对恁爸阿囝一定无啥物好感。何况阮爸爸今摆是国副院长伫咧看顾。家家常常在我面头前，阿老个副院长讲，伊是真心伫咧为别人设想。当一个好的医生，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。郭千源这个人，医术虽然袂歹，但是对着病院的管理甲经营完全唔捌。啊，有中华病院会有今仔的规模，也佮有当日起的养生医疗中心，迄拢是我一手规划。甲抓起来，所以只要郭董事长若愿意继续给我认真，我保证以后养生医疗中心的本行绝对会让你满意。院长都按你讲啊，安尼我有话嘛得讲啊，安尼啦。这秀贤把小鬼两家扶不起，我生理人看中的是商品未来价值和发展。当然，大家拢知影，伊对你的能力实在真强。也毋过，秀贤进前惹出遐尼侪风波，害我了遐尼侪，真歹讲，以后袂阁惹出啥物麻烦。徛伫咧这投资的立场方面，风险我袂当无考虑着。你嘛知影，秀贤已经不是副院长啊。伊即摆特去是阮病院一个医生尔，无管你款，记者嘛袂对伊有兴趣啊。我保证，我会好好甲看家，都予伊专心做医学研究就好啊。啊，别搁再有进前的代志发生。嘛，希望郭董事长会当就事论事，将尽我的能力。卖含钱，未得过。雪琴，拄只我有替恁介绍阮饭店软硬体设备，啊，近期公关部的发言人。因为俊生无介意引用阮达光迄个时阵的公关稿，所以家是交落啊。我甲俊生拢感觉，你替尤总下病度过这么侪公关危机，即个为你来做，上适合。我自从结婚了后，就伫替尤秀贤处理代志，是有甲记者打交道啊。啊，今嘛为无熬走到台前做发言人，啊，我对恁饭店的体系也不了解，我着惊我做了无好，会害你去人讲闲话。雪琴。
你拄才讲的话，真侪所在唔对哦。第一个错哦，你已经唔是尤秀贤的太太啊，你唔免阁替伊做任何代志啊。你已经离婚啊，以前的代志拢甲你无关系啊。我俩阵哦，离婚就等于那就好啦。今麦才知影，唔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啊。我今麦透早起来，我老公我足惊吓的，想说我那熊熊变一个人，真正就没关系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慢慢你就会惯习啦。我传出我拄结婚的时阵啊，困我半暝哦，我拢会惊清醒的，想讲哎呦啊，边啊那忽然间多一个人。哦，我就是讲是贼啦，有几啊届哦，差一点要甲俊生哦踢落去眠床卡。佳佳，你怎啊讲笑话呢？我还没讲完，第二个错误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拢有观察，第一有家有能力会当解决代志的人是你，不是尤秀贤。你人生了水，佮我讲话，读甲佮好，你会当来阮的饭店上班，是阮捡着宝。秋生出来。秋。嗯。这是。哇，就是今日会走去，早就叫人把你的名片做好啊，先把你订起来。都唔惊哦，你何帮人抽走啊？你敢真正认为我真会搞？当然会用啊！你会当无相信我啊？不过你嘛要相信俊生的眼光啊！我甲俊生哦，真正足希望你会当来阮的饭店上班。小青，上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家己。我希望你用黄雪晴三个字，重新。活出你家己的人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变成阮饭店上好的形象化妆师。姐姐，多谢你在我上困难的时阵跟我打三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赶紧振作起来。嘉欣，咱就安尼讲定哦。真好诶！今仔开始有人陪我啉下午茶、踅街、看文件、做伙下班。你敢知影？你会当来饭店上班，上欢喜的人就是我。奶奶，我甲你的时间拢霸占掉诶！啊，你后生是要安怎？伊哦，伊就做咱的司机。真哪会用呢？今日我就决定要来遮上班啊，我就应该去拜码头，向高档司长哦拍遮就好。好啊，行。既然一丢加入生意，万一留出遐尼侪好处给我，我答应你，机票一定支持你，投给你。高董事长，有你这票，我对刘一丢的连任，我就更加有信心嘛。金董事长，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，嗯。高人，你好。雪清，咱莫甲这种无礼貌人拍招呼，咱行。高人，之前我感觉你是一个有礼貌、搁知影进退的人，但想袂到今仔日竟然变成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。看起来是去交到歹朋友，去互人使弄，啊，才会变成安尼。你佳佳，你无需要哦，甲这种看官无看低，心肝内哦只有你的小人小气，无忌惮。你讲啥？尤静蝶，我敢有讲你？其实佳佳讲无唔对啊，有的人哦就值得人尊重，啊有的人哦就无值得人尊重，啊你就是无值得人尊重的迄款。黄雪琴，你高夫人的手链要一张票，我袂用去得失伊。雪琴，
拄则看你甲迄尤静伫呛声，你真的太帅了！我甲你讲，以后若是拄到伊哦，免客气，就参照今仔日安尼表现就对啊。我伫咧尤家遮尔侪年哦，互因爸仔囝安尼欺负。姐姐，多谢你予我勇气，予我会当讲出我心内想要讲的话。吼、哦，真的有啥？咱是好姊妹啊，本来都要互相收听啊。俊生，我拄则拄到尤静的，伊来找你要创啥？哦，便衣要改选议长啦，伊来找我购票。尤静的一直是烦恼我甲姐姐的交情好，惊姐姐这票被投给伊。我已经答应伊啊，姐姐会支持伊连任，把票投给伊。俊生，你哪会当答应伊啊？你明明就知影伊毋是好人啊！雪清，虽然我知影你甲尤家爸仔囝的恩怨，而且你即马甲姐姐阁是遐尼好的朋友，我应该徛你这边，替你出一口气，不应该把票投给伊。应该身为一个投资者，我袂当感情用事，我只有公事公办啊。我安尼做，这拢是为了富贵集团。一个顺风的利益，希望你会当体谅我的做法。我若是拒绝尤院长私底下给我的利益，我唔就是戆人。俊生，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啊？雪清伊，哎，姐姐，你莫安尼啊！高当所长安尼做，我相信一定是经过相当的考虑。搁再讲啊！啊，恁公司本来就是养生医疗中心上大的股东啊，未来想做院长，关系到养生医疗中心的发展，所以恁一定该投票，投予对恁上有利益的人。高董事长，你的做法我完全能了解。我知影你是明理的人，多谢你的谅解。雪清。是的啦，姐姐，恁阿母和我来公司上班，我已经真欢喜啊。这未来哦，嘛是甲公司有关系，你得卖顾虑啊，公事公办。尤静蝶，你这么看得起我，我绝对袂让你这么好过。这议长的选举，尤静蝶跟尤秀英双方拢有三张票，因两个今麦当讲是平分秋色。这内底唯一上关键的票就是郭建新。哎呀，阿娇到底是走对去啦？阿庆到市电联无人应。啊！打电话无人接，啊，手机也无炸出去。啊，本来伫咧病院养胎养了好好，啊，哪会无讲一声，啊，就消失到咱咧找无人。啊，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阿娇的个性遐尔倔强，大概若碰到代志，拢偷偷闭起来想办法解决。像即届有心就是安尼，迄原本是无想要咱知影呢。好，你家在是美冠姐呀，阿那无，阿娇怕什么？温暖咱一世人，怎么阁雄雄无气？看来伊阁碰到什么困难，无法度能解决，总阁闭起来。坤生啊，莫非这跟咱的金孙有关系？敢会囡仔出什么代志哈？阿曼啊！你莫想去歹所在去啦！哎，凡事阿娇是想因兜的人，无得卡，伊是等于找因阿妈啦。哦，那是安尼都不要紧，我是足惊，
伊搁当着无多人解决的代志，阿唔敢甲咱讲，家己一个人，所以伫个外面咧受苦。袂啦，阿娇娇娇的人，阿搁遐尼啊善良，皆是自有天相啦，你莫烦恼啦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、来。欸嘛老天呢，好你家仔吼，阮赶紧将人送去病院，才将伊拉保掉啦。哎、啊，我刚讲村，有闲摕来我看卖下者。照你来讲，无可能安尼才对咧。啊，恁新妇平常时体质安怎？连刚带来我遐，我甲看卖者。啊，唔是阮新妇啦，是阮的朋友。哈、啊？啊，食补药啊，唔是恁新妇哦。啊，我一讲你拄到天宝啊，我老总讲因某有心嘞，我特别甲提起这件代志嘞。天宝也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，啊，煞故意伫阮的面头前澄清，敢讲阿娇失踪这件代志甲伊有关系？你看，阿娇安尼凶凶，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敢会是因为田宝啊，知影这件代志，伊才安尼？啊，你的意思是，田宝惊讲阿娇有新的代志，去予尤家人知影，伊的驸马也会做袂落，所以是伊逼阿娇离开的。哎呀！今麦你家上刚好脚脚强要破去啊，嘛无好。我看过去吼，来去问天宝啊，问好清楚。好，行，来去。爸妈，阿姐补品吼，是要拜给恁姐啦。迄天我了阿娇，了到一半的人就无去啊。唔知阿娇即马走去倒位避起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为爸妈遮蒙灾。啊，但是讲，你是倒一条筋阿叔去啊？哦，竟然会想要倒来看阮两个老的，阿哥送这只尔贵的补品，哇，这大概，哎呦，天要落黄花花呢！阿娇好耍。爸妈，啊，迄是你唔知影，乡亲家吼真注重养生，逐顿煮的拢是无盐无油原汁原味呢。我实在食袂惯习，所以我是专工转来要食妈妈煮的菜啦。天宝啊，这是妈用中药炖的鸡汤，啊，你起码比普通人哦减一粒药，吃你就要的鸡补挂哦，啊，鸡吃挂较有营养，来来来，紧吃。妈煮的哦，一直比我丈母煮的好吃。嗯，真足香的呢。天宝啊，看你食咖，你袂输敢那足枵嘞。你伫个油家吼，一定足可怜的吼，连一寡好食都无通好食吼。哎呦，伊是红椒的啊，拢爱看人的面相噶。那有可能像伫咱家安尼，啊吼，会当嫌东嫌西。啊，天宝，你豆豆食，我去炒一个青菜给你配。没什么，我姐我食了就差不多饱啦。哦。啊，是讲你这内底是添什么中药啊？那气味这么好啊？哎，啊，就去讲你看遐中药啊。
这款安泰保险条约，你若咱现在替我吃，我即马减一个药剂呢。我吃落去物件，咱特别注意。啊，你摕这款条约给我吃，那是我伤害着我的药剂是要安怎？哎呦喂啊，天宝啊，到底是不是误会什么呀？啊，明明之前我就跟你讲，我中药吼是咧补运运，迄、那个运就是运气的运，吼、哦，唔是迄个有心的运，安尼你听有无？哈，补运。可能是我听唔对啊，原来你阿妈讲的是这个意思，那恁是我真正误会啊。卖假啦，佮假就无成啊啦！你今讲的迄是安泰的中药，啊你袂用去食，所以唔只系惊到吼去便所吐吐出来。迄、那个中药房的头家已经甲我讲过啊，讲伊有甲你讲，这个中药到底是咧补啥？你明明知影阿娇啊，哈有心，阮是要甲伊安泰，你说安尼电器假唔知影？你也填补啊？你到底对阿娇做什么亏心事？你才有这款的反应？是啦，我早就已经知影阿娇有心啊。啊，不过我知影伊要安怎。阿娇之前的工作，大家接受真侪阿三不累啦。每一个查甫人，拢就有可能是巴肚内囡仔的爸爸。啊，有心这个代志啊，我一点拢无意外。李天宝，你明明知影阿娇真爱你，连你对伊做出遐尼侪恶毒的代志，伊都不忍心伤害你。对这么痴情、这么善良的查囡仔，你讲迄个没良心的话，你敢是人？爸，我知影你一直希望阿娇是你的新妇，不过我早就甲伊分手啊。我较想是结婚这个过，我敢会当拜托你，把我甲阿娇真侪代志放袂记。从这麦开始，就认定相亲是你的新妇就好。你阿天宝，这款未见笑话，你敢讲我唔敢听啦？你这麦是咧惊啥？你惊阿娇巴肚内这个囡仔，若是叫尤家人知影，你伫个尤家这驸马爷的地位都无去啊！哦，所以你得用尽办法来逼走阿娇啊！你紧甲我讲哦，阿娇这麦哪里到？天宝啊！阿娇即马状况无好，医生反复讲哦，伊爱好好安胎，啊无腹肚内囡仔会保袂住呢。人咧讲好歹袂食家己囝，天宝啊，你紧讲阿娇到底伫倒啦？你紧讲啊！看起来爸甲妈也阁唔知影，我对阿娇下药啊，互伊老体的代志，伊即马嘛等你找阿娇，安尼真好。只要伊卖记得片，我对阿娇所做代志就袂白卡。我真正唔知伊即卖伫倒咧。你唔知影？你又搁要骗我呐？是唔哈？我真正无骗你，无得卡吼，是家己心虚。知影巴肚内囡仔唔是我的，才超过伊走去避开，把我互恁找着。甲囡仔来生出来，代志白卡吼，到时阵就无法度面对恁啦。你讲什么话啊？你劈腿相亲，放阿娇大腹肚唔照顾，这个已经足夭寿啊！哦，更唔是家己的囝，讲迄个话，我你阿昆生等世人是做甚物歹这等个代志？一世人才能生出你这歹心毒的好死！阿娇，我来跟你讲过，我这张酒被赵秋主任都放过耶，你妈伤害着我啦！哦，我的春夏，你放手去卖个白啦！你把中王贵妃当受气啦！我。我就知影，阿是妈妈明的。像你这款的渣男，一生到死，嘛无可能会改。我无想要甲你讲话，浪费我的真心，甲浪费我的嘴。我今麦只是要甲你讲，阿娇啊，伊闹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袂放你出。你今麦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就出去嘛！
虽然台湾一死都不是，也不过我感觉阿嘉一定是叫伊别走的。变啊啦，这个囡仔变啊啦。阿欢啊，天宝拄只讲的话，有偌济是真的？伊敢真正唔知影讲阿娇去哩倒？就算伊知影，咱家问伊嘛无可能老实讲啊。即摆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爱求神明破病，比阿娇会当弘扬化解，平安无代志。新董，尤福林啊，哦唔对啊，你已经甲尤秀贤离婚啦，我应该叫你黄小姐才对啊，啊，小姐。小姐，黄小姐，你真正是用过草囝嘞，哈？连离婚拢闹猜猜，猜点啊就上新闻啦，啊！我看你今仔来找我，应该是想要利用尤总合袂选院长这个机会，来我跟你斗相共，去对付恁大哥，替你出一口气的。新董，你真足厉害，什么代志拢知影。我来找你，除了要替我家己出一口气以外，我嘛希望你会当替天行道，安尼大家拢会足欢喜的。尤敬德这个人哦，没医德，伊无资格做医生，更加无资格做院长。所以希望新董这宝贵一票，爱投予吴清源吴副院长。王小姐，尤正德做院长这么侪年，虽然讲媒体咧报，拢是报的一挂负面新闻较侪，啊，不过伊咧做院长这段时间，病院的业绩是一直有咧成长，一直有咧赚钱。啊，阁有啦，养生医疗中心嘛是伊讲要起的，啊，你嘛知影啦，起好，迄股东一定赚个八八八。领导是你拄仔讲的迄个吴清源，伊一直拢是徛伫反对的立场。死狗，若是换伊来做院长，你感觉敢有适合？你感觉养生医疗中心敢有法度阁继续起落去？像你讲的无唔对啊！我知影你之前为着尤家付出真多，吃真多苦，也受真多委屈。啊，不过到最后啊，真心换绝情，互人赶出去，我替你感觉真可惜啦。不管怎讲啊，我是个生理人啊。生理人就是开门赚钱，当然来以和为贵。我哪有可能为着要跟你斗相共，就去报复尤家，等我家己的财路嘞？恁就这么相信尤静蝶这个人？伊是一个自命清高，伊根本看袂起恁这无底啦。我做伊的新妇这么侪年，我就爱替伊尤家做牛做马。而且伊对阮爸嘛无好面色，搁再讲，你只是一个当事，甲伊的后事阁有扣噶，你若是甲票投予伊，伊无可能感激你，伊一定会想办法，甲这个当事为手倒转来。你若不相信，你当投予伊啊！想要甲我当事的为手倒去啊！嘛要看伊是不是有这个才调啊！啊！啊，对了，吴小姐，我向你收着哈。恁爸爸刚才你来找我，啊？恁爸爸若是知影你为着要保护你的大哥，来找伊的敌人合作，我看伊恐惊会气个吐血啊！啊！我今嘛伊无法度管遮尔济啊，为着要达成目的啊，牺牲淡薄仔尊严袂要紧啊。我相信阮爸一定会谅解我。我甲话讲较白啦，你爱阮董事长替你出一口气，那呢，阮董事长会当为你遐得到什么款的好处？新董事要偌济，我拢会当去做。王小姐，
你嘛知影养生医疗中心若起好，迄油水一定是足多的。那你是要去倒一种啊？才有法度终于到阮董事长要爱的迄个数目。我来教你啊，来讲讲啊。卖讲我不爱给少年人机会啦。啊，学长，你顶届来找我谈判，我感觉你啊真有叫嚣嘛，真有能力，袂歹。我这人啊，爱财惜财嘛，欠人财。那是你愿意来替我做事，我的卡，我会考虑你的要求啊。哎，我替你做事，我唔知影我会当替你做啥物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对你讲的话一点仔兴趣拢无。之前你为着要替恁大官出头，一直吞论，连家己的爸爸拢唔加你。我即马开这么好条件给你，你算唔肯接受，一点仔诚意拢无。哎，我要怎考虑你的要求啊？新董，那是钱的代志，我会当想办法。啊，不过哎我。替伤害阮爸爸的人做代志，这点我做袂到。我相信你会当了解我。我是应该了解啥？对我来讲，天底下除了钱，无其他代志是重要的。我讲的话啊，你等下好好想看卖，等你考虑好势以后，再转来回答我。新董，王小姐。你也可以离开了。这样。爸，你敢真正爱伊，会替你做代志啊？伊是用过的查某囝。他是讲，伊表面上配合，私底下伫遐乌兰舞，甲咱公司的商业机密讲予永科知影，安尼就等于是吃亏拆药单。经理啊，你当作我甲伊讲拢真实的啊？我只是在刁难你啊！啊，即马有综合病院为了院长这个位置，伊四界咧救票，所以我这票啊，就真宝贵、真重要啊！我当然先看卖倒一边的条件较好。这个做选择啊，敢不是？你看，连尤静蝶拢卡电话来啊！啊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我当然来趁这个机会来得到我想要摕的物件。爸，你真正是厉害。尤院长啊，什么代志这么要紧啊？啊，你自己打电话来给我。院长的，你人遐尼正，遐尼巧，刚卖我搁讲，我知影你真无闲，卖浪费你的时间啊。安尼啦，你票投给我，银行保我加1000万。1000万？哈哈哈！真正是尤院长一开嘴就这么多啊，哈。但过另外一边因，优秀因我能靠你。你讲的，因亏介绍是无参照你亏的这样款嘛？啊，不过因有答应我，等养生医疗中心起好以后，逐年会加给我5%的分红。5%的分红，这所以今嘛，大家考虑啊，是足歹决定的。好了，赶快500的分红给你，再加1000万，你就加快。所以，真正是刘院长啊，认真给你，你上班啊。既然你拢安尼讲啊，咱咧有综合病院院长这位置，当然是你的啊。好了哇。1000万，再加上养生医疗中心逐年5%的分红，我讲几句话啊，就为天顶落来啊！爸，恭喜你！
这个郭建兴真正足大嘴口，竟然趁机会甲我卡油，要提这侪钱，是讲哪会当保掉我院长的地位，阁会当斩断尤秀英的梦想？开这钱嘛是有价值的。妈，大哥。哈，燕娘啊。啊！你较等下要去病院吼，啊！迄水水提病啊，然后来提药啊吼，你家己把水叫提好伊。哦。啊！来方便吼，人伊送人遐尼济，伊家己种的高丽菜，啊，我甲包做水饺好伊。妈，你一个人包这么济水饺，伤忝啊啦。没啦，包一个水饺尔，要来忝啦。而且这边吼，阿妹啊到三工嘞。嗯。啊吼，一下就包好啊嘞，我熬嘞。哎呀，不过吼。伊这几天哦，虽然讲伊气色较好，也不过拢有时啊，拢安尼，唔知咧想啥，咧戆神戆神。我想哦，伊是咧想伊个囡仔无去啊。有人嘛？嗯。今仔日妇产科的医生拄好会来阮诊所回诊啊，我就想讲带伊转去给医生看一下。好，啊，安尼好啊好啊，好医生看一下吼，确定讲伊是唔是完全好啊？嗯。嗨。你是要哪去？坐我一台车。你台奥托拜？嗯。哦，你台奥托拜骑十几年啊呢，啊三姑五婿啊拢会派去。嗯。啊，你唔是讲要换一台？啊，起码要搁载人哦。新车这么贵啊，不过做较好啊。阮平医迄副理长啊，又是在一个车行的头家，会当替我拍折啊。我是有拍算啦，后个月我领薪水的时阵，我再买一台新的啦。好啦好啦，较紧换啦，吼，换一台新的吼，安尼吼，你若譬如讲要去较远的、较偏僻的所在吼，安尼比较较放心啦，吼，较安全嘿。我即马来甲讲者。好好好。嗯。我，传你。又搁失火啊啦！明明就有油啊，都是我的啊！我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你卖底是一文够将。我今日是妇产科医生，三五天才会来的时间，你别去耽误着，我带伊哦去回诊啊。你即摆是安怎？知影我要甲你换掉，到赛事日是无？啊好啊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莫了准我只是医生，干来会晓修理人，不要修理车。你若搁到赛事日吼，你要看无？我随甲你送去，袂歹去啊遐，甲你卖掉。啊，有听到无啦？有听到无啦？刚刚，伊听我讲的话。
你想要开车啦？那是弄着人，你都无。所以你晓讲话，我听有。最近我去予天宝迄个死囡仔吼，气甲消化拢袂顺啦。嗯，你卖在遐个卫生看住厝边很好啊。但迄个唔正惊哦，我早就该放心啊啦。哇，才袂去受到伊个影响嘞。阿那你哦，你平常时啊个性就是伤过急啦。较早咧表演观众的时阵哦，是安尼，电动安尼两分钟就白了了啊。阿三顿个拢食外口，唔差人哦，就准大不倒嘞。哦，我来咧，袂顺啊，你过来搞我笑。哎呦，啊，我哪有跟你笑？我是咧烦恼的，所以我们家专工哦，带你来买这个消化的好帮手。来，水花呀，我就知你对我上好。还是讲这气味，唔知有好意思无哈？假讲诶。你这只歪嘴鸡哦，跟咱想要食好味，这味吼是安尼啦，酸酸啊，甜甜。除了可以帮你养出更多的好菌，里面啊还有凤梨酵素哦，可以呢帮助你消化，还可以呢让你每天呢好顺畅，还可以提升保护力。一包呢，通通帮你照顾到。哇，这好哦，哎，想真多啊好呢，这里面老旺来哦。秘书刚刚讲专门为我特别定制的，啊，水妹啊，你买做伙食哦？那是当然的啊，呀，来来吃。啊，黄雪琪，人情顾不做出来谁惊呢？还结冰傲嘟嘟。我跟你讲啊，既然你已经离开啊，就莫想迄几个笨手啊，让自生自灭嘛。还报应，紧紧的搞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，还现实加双挂号耶、yeah。黄雅婷，你亚洲每一个人个性都参照你，赶快叫你听哦。拄着烦恼，你还不就袂记啊？要不然呢？我黄雅婷出事哦，啊不是为着遐个笨手啊，规天干安尼冤家啦，受气。我是来享受的，哎，大家快快乐乐过日子，不是就好诶？哎呦，我就是唔甘愿啦。我伫咧油价，互因欺负这么侪年，结果互因一脚踏出来。你无看到迄个油正德，迄假狗上的面，我看到想要吐，一口气我吞袂落去，我伫咧吐倒来。无安尼啊，我找刘家豪去甲砍爆的。姐，顶下阮整只圣诞老公公啊，去拍一爆竹的，我爽快呢。你讲啊？我就无希望爸做安尼去啊！你搁甲人看报的，无法度啊！啊，都无人会当知因啊，只好家己较好过嘛。啊，快乐是一天，无快乐嘛是一天啊！我甘愿哦，快乐过一天。我感觉那村郭建新这条路会当行，啊，不过郭建新是爸的死对头，搁这么干巧，就算我去遐上班，我也无法度甲伊搭。感觉我真正为着保护尤静蝶，当我家己的前途。那时阵有谁把人送去病院？保迪卡，伊都要死啊！代志嘛袂变甲安尼，无法度收煞。我明明都知影肇事逃逸是同罪，我应该留落来等救护车到位，把人送去病院，安尼唔才对。Jenny。啊，你来啊！我来啦！
是你哦，在困，梦到我。我笑。我是看你的心情，感觉无啥好，是不是有啥物代志，把你困了着？你会当讲我听看卖啊？就算我无法度替你解决，也毋过至少你会当讲出来，莫捂伫心肝底，较袂着难受嘛。咱即马是咧约会啊，莫讲公司，会拍歹气氛，啊。啊，看你想要食啥，可以来点。我点哦。嗯。那呢，我先点歌。这毋是卡拉 OK 啊，伊是要点什么歌啊，兄弟？前几天伊妈出车祸过身啊，开车一人肇事逃逸。阿爸因为这件代志哦，就伤心的。我看伊伤心，我嘛就自责。希望无代替伊甲伊妈过好啊。啊，迄个肇事者，那遐可恶啊！啊，弄到人就安尼走去。唔得，应该停落来，落去看一下，看人有安怎无？啊，无定定阿胖伊妈妈都啊都变过身啦！哎，啊，迄附近敢有监视器？还是讲咱来找警察，把画面调出来，无定定会找出线索啊？我嘛有去查过啊，伊拜托警方，啊，现场干那一支监视器尔，而且佫歹用，啊，佫加上无目击证人。根本就无咧知影讲，赛车的人到底是谁？哎，那安尼哦，我会当去社群网站放消息啦。找出迄间经过现场附近的车，啊，无定定因的行车记录器有录着啥？我无咧确定诶，迄间附近也无什么车。你当然嘛无咧确定，你人也袂伫遐。啊对吼，我是咧讲啥？算讲，应该有车经过，啊有落着啥？啊，经过这么侪工啊，迄资料应该早就消掉啊。不是哦，今麦有真侪人啊，改行车记录器的画面设定成自动备份到云端呢，迄资料嘛一定拢伫个啊。云端？哦，今麦科技哦，足厉害，若做过啥，一查者就知影。系啊，卡叔公。我弄到人的过程，去予行车记录器藏伫云端，安尼证据毋都留落来啊？啊，你搁想着啥？无啦，我咧想你拄仔讲的社群网站。好、啊。我咧想要哪查？哦，真简单啊！我即马会当教你，甲你讲有倒一个社群网站。阿弟，免遮尔着急啦，我先来去问看妈阿邦，看有想要查无？咱再过来讲。嗯，没事啦，毕竟阿邦哦是董事理，嘛要尊重伊啊。嗯。啊对啦，咱一直顾讲话，拢要食饭的。我巴肚枵啊，你紧叫物件食。好啊，那呢，你想要点啥？看你想要食啥，我拢会使啊。奶奶，等我啊。嗯。我弄到的人到底是不是阿邦伊妈？其实一看就知啊。阿哥，我敢真正要安尼做？是阿邦伊妈。我弄到确实是阿邦伊妈无唔对，我哪会做出这种让阿邦无法度原谅的代志啊？这人是，哪呢？爸咧约阿邦伊妈。阿邦伊妈看起来足惊吓的，爸到底是咧创啥？食药点好啊，饮料先来。
是在看啥？看到戆神戆神啊！哇！哇！阿姐中邪啦！你怎么跑出来啊？歹势歹势，你雄雄给我们走出来，我叫他惊到了，他不是故意。是，你是在看啥啦？看到我惊到，是看鬼片哦？我那什么看鬼片？厂商传的三片的物件我看，想想做啊啦。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跟我约会哦，你得较专心诶，哈，别个小工课在家，哈。我知啦，亚弟。嗯。多谢你。多谢我啥？多谢你在我心情不好的时阵。王一博要做一吃饭，多谢你。无你这句话哦，我搁较委屈，我嘛甘愿啊。干杯！怎干杯？豆豆啉就好啊。爸到底是不是有啥物代志在瞒我？敢讲我已经跋落去爸设计陷阱内底啊？妈妈，这间餐厅的菜哦，真正足好食呢，你怎会拢无咧食啦？我来食会落啦，想到明仔载就要投票选院长，我实在是有够烦恼。嘛唔知影这摆哦，清源是毋是会当赢，还是搁予幽静的迄只老狐狸连任？妈，啊，拄只咱见迄两位董事，敢是已经保证过一天一百？我看伊对爸意思，学了够会得劲呢。应该是袂走票啦。这你都唔知影，阮病院哦有七个董事，爱摕到四票才会当赢。拄啊两个董事加上我，即马清源有三票。高俊生已经表明无要支持咱这边啊。啊，另外一个董事是支持尤正德的。即马讲起来哦，咱是三票拄三票。我唯一的希望哦，就是郭建兴。也毋过我嘛唔知影伊到底要投予什么人。妈妈，那呢，咱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时间先去拜访一下兄长的？这唔免你讲，我早就约过啊啦。也唔过伊的特助都一直讲伊伫开会，足无用的，连电话都无法度接。也唔过无约哦，我嘛袂用直接走去找伊，万一若受气哦，颠倒歹。妈，莫想这样子啦，来，吃饭。妈妈，舅妈啊，够高夫人嘛来啊呢？哎，高夫人，苏琴，哎呦，啊你嘛来吃饭哦？啊，这尼啊拄啊好，阮的菜哦拄啊来，拢还袂开始用呢。啊无，做伙啦，啊人侪哦，较好点菜，恁感觉嘞？安尼听起来袂歹呢。好啊好啊，来啦，请。舅妈，郭夫人，小琴啊，啊你最近安怎？有较好无？有啦，身体有较好啊，多谢阿姊。唔免说多谢啦，啊你嫁来阮娘家哦，无功劳嘛有苦劳啦，而且哦，你对阮全家人哦，嘛拢足有礼貌，足客气的。迄是阿姐哦，因伤过分啦，无待念你的好，颠倒安尼甲你糟蹋，安尼甲你看轻。我实在是替你哦，足唔甘，足心疼的。就是啊，我有甲雪晴讲，伊离婚哦是百分之百正确，迄尤秀贤哦根本配袂起。大家好啊，不管安怎讲，阿姊还是秀贤的堂姐。无要紧啦，我有这种堂弟哦，我嘛感觉足见笑的啦，足对不起你的。还是讲可惜啦，迄当阵你为着因爸仔囝哦，甲你当时的位置让予郭建兴啊，也若无，咱即嘛就当联手，予你迄个金大官一个架势，我嘛唔免为着邮票踮咧遮伤脑筋啊。是啊，阿姊，这件代志真正就歹势。哎呦，你歹势啥啦？我也无咧怪你啊啦。
是讲高夫人啦、啊，啊、哦、我知影哦，你对雪琴足好个啦，恁敢那姊妹啊伴同款，啊而且我知影你这个人哦，足有正义感个，啊你唔多爱替伊对付因爸仔囝，替雪琴出一口气唔则对，要若无你看雪琴啦，互因害到阿爸拢无法多生，唔是足可怜个。歹势啦，啊你嘛知影，阮先生甲小雪感情足好个。已经决定要支持游艺长啊，我只好听伊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影你这个当事哦嘛是挂名的，有真侪代志哦你无法多做主啦。哎呀，你看查某人就是安尼啦，为着翁婿做牛做马，搁爱替因生囡仔，啊那是无法多生，搁用笑讲是老家母，这实在是。湘琴，你得要好好加油，听你妈妈的话。你看，咱就天宝一表人才，这么爱缘投，一定就会找囡仔嫁伊的。但是无说你哦，去外口查某有心有心，安尼就麻烦啦。所以湘琴，你一定要加油。袂啦，我相信天宝伊绝对袂做出反背我的代志，对吧？对啦，人因哦拄啊结婚尔，哪有可能会发生这款的代志？阿姐，这真歹讲诶，啊，拄结婚嘛有可能会偷食，你讲对无？是讲歹势啊，我毋是咧讲天宝啊。啊，天宝，我有拄着恁爸妈诶，伊人足好诶，佮介绍因识识迄个中药行哦，叫我去贴药啊，叫我保身体。听讲哦，有一个有心的查囡仔，伊嘛识识，伫嘛伫遐吼保啥物保胎药啊，效果真好呢。天宝，啊，爸妈讲迄查甫囡仔去补胎药啊，迄查甫囡仔是啥？湘琴，啊，阮爸妈实在真侪人，我乃早伊讲的是啥查甫囡仔的新妇啊，阮爸妈哦，别跟我讲这个代志啦。哦，哎呀，嘛对啦，哎，向来查甫囡仔有心哦，敢那有啥物期待啦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啦。重点是郭夫人呐、啊，敢会当请你回去考劝高堂署长，请伊哦，看是毋是会当改变心意，听阮情愿啦。啊，阿姊，迄高堂署长哦，已经决定啊，若是有办法，这下早就讲啊，你莫为难伊啦。我知啦，也不过哦，这个，咱甲堂署约的时间特别到啊，差不多要离开啊。啊，是哦，时间到啊。哎呦，歹势，那呢，我先离开啊啦。林刚这个又啉下午茶啦，哈。嗯。我来去买单，您多多加哦。嗯好。嗯啊。舅妈，拜拜。嗯，高夫人再见。哇，剩这么多菜呢，你竟然无吃就走啊？不要紧，咱吃较济。佳佳，其实我今仔日找你出来吃饭，是要甲你讲，我无法度去你饭店上班啊。为什么啊？你是安怎无要来上班？敢讲是阮开的条件，啊你无满意？啊，不要紧啦，我会当甲俊生讲，咱过来讨论啊。唔是这个问题啦，因为我已经去找郭建新啊。雪琪，郭建新是海林爸爸的派人呢，你去找伊要创啊？因为当初迄票只有伊会当甲邮政的邮来。郭建新安怎讲？哦，伊甲你偷足侪钱的对无？伊无爱钱，伊的条件是爱我去伊遐上班。所以你无要来阮的饭店上班，就是因为你决定要去伊遐上班。卡斯讲安尼会当甲邮政的邮来，我只好答应。啊，雪琪，
如果接到几个人客的投诉，要叫咱赔钱。好了好了，要来无你先把对方的联络方式拢留落来，等我回去我再来处理。好了。阿豪，伊嘛是咱店的员工卡来的。你即马烦恼遐尼侪嘛无路用啊！即马上重要的就是爱冷静。这我知影啦，也毋过即马防冒品的问题比咱想的搁较严重。已经有十几个人来投诉啊，啊，数落来毋知搁有几个，真够烦的。对了。啊！你刚有找到过去源头的工厂？我有照网页地址去找啊，不过我的是空投公司，我去的时候早就已经人去楼空啊。台湾做按摩椅的工厂也无几间啊，啊！你敢有拢找过啊？我拢找过啊，不过伊拢讲唔是因做的。我想对方应该是去找增加的工厂，所以吼，咱这已经歹找着啦。真正有够气的。我林一芳真无跟咱遐拼开水啊！即摆竟然非得有防冒片问题，真啊想无呢？遐买着假货消费者，感觉拢袂感觉足奇怪。哎，价小比一般的市价低遐尼低，遐伊拢袂感觉有啥物烦恼。即摆出代志啊，才要来找我，想怎就要替遐黑心厂商背黑锅。啊，即摆消费者就就爱贪小便宜啊，而且即摆购物节遐尼济。拍这拍遐尼济，因当个两个认为哦，家己是好运哦，去买着俗的。其实嘛，袂当怪因啦，要怪吼，就爱怪遐恶质的、恶心的厂商啦。好佳哉，消保官已经咧处理啊，因嘛认为遐个按摩椅哦是仿的，所以哦，咱免负担赔偿的责任啦。无论是咱即卖信用受到真严重的打击啊！咱即马各有富贵的订单，要赔钱啦。即马上重要的就是重新开始，啊，豆豆啊，把消费者对咱的信心找倒转来。我相信一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。阿三伟，你一直陪在我身躯边吼。就亲像我上痛苦的时阵，永远为你伫我身躯边共款。刚才话，阿杜家讲到饭店的代志，是有点想讲吼。熊哥卡啦，哎哥。你吧，哥，你找阮来有啥物代志啊？就来讲，这按摩椅甲消费者夹着伤的新闻，我嘛看到啊。恁敢毋因为安尼受到影响？受到影响这是难免的，也毋过消保官即摆已经有在调查，而且伊买当证明迄批伤人的按摩椅是仿冒品，毋是阮公司出产的按摩椅。郭董事长，请你放心，阮公司出产的按摩椅拢有品质的保证，绝对袂有安全的问题。问题是，即摆消费者已经对你无信心啊。但是管理落去，恐惊阮饭店卖造成困扰。郭董事长，我不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。哥，出问题是遐好个，啊，不是阿峰因公司按摩椅啊，为什么要改用？郭董事长，假使讲你若是会烦恼，那安尼我当答应你，
恁饭店所订迄三百台按摩椅，每一台拢等你验收过关了后，我才来收尾款。不必要叫你麻烦啦，你按摩椅，其实我冇试坐过啊，品质真好。那安尼，为什么要改用？拄则我就讲啊，这问题是出在你消费者已经无信心啦。甚至咱饭店内部已经有人伫咧质疑，为什么要跟问题厂商合作啊？大家拢伫咧烦恼，若是消费者知影因用的是这款的按摩椅，惊遐个人客对咱的饭店造成不好的观感。郭董事长，那安尼我给你挂保证，假使讲我出产的按摩椅若真正有啥物问题，我免费退换后服务，而且24小时嘛，拢会当维修。芳啊，这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啊。那安尼重点是啥？这个代志新闻闹了上大，就算我是董事长，我嘛无得控制下面的人提出质疑，所以我才会决定推销这个合作，希望你当谅解。哥，我嘛伫富贵饭店上班，为什么我从来都毋捌听过咱公司内部有质疑的声音嘛？你问我即句，是爱我骂你对饭店无够关心，还是爱我追究你？摕饭店的薪水，规工拢伫你无用外面的代志啊！少伟，你是我的小弟，所以我才会对你规工伫你外面，为着按摩椅的代志，伫你无用招状，我拢无甲你计较。这并不表示讲你即卖的行为我无任何意见。哥，你若是无希望我继续做薪水小偷，不要紧，你会当靠我的薪水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。但是公司内部到底啥物人对阿峰的按摩有意见，我希望你讲清楚。你听我清楚，这是咱饭店高层开会时阵讲的，因为总务部级数无够悬。本来就无资格参加这个会议，所以你唔知影。当然啦，以你即摆这款态度，我嘛无可能让你知影是甚物人讲的，较免你去找因的麻烦。先生，阿方少伟，你哪会嘛来啊？是发生甚物代志啊？恁的面色哪会拢这么歹看？哥要退掉阿峰三百台按摩椅的订单。俊生，大家拢嘛知影，这是出在阿峰的按摩椅，不是阿芳的按摩椅啊！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啊？你安尼哦，是在落井下石呢？你敢袂当搁考虑一下，莫这么紧就做决定啦？啊，若无，安尼对阿芳就无公平。佳佳，你确实巧，马上就看出问题出在倒位啊！感谢谢，我骂你敢不敢？佳佳，你甲少伟拢是饭店的人，为什么拢唔替饭店设想，拢徛伫咧厂商的立场咧讲话啊？出代志的是凤的按摩椅，我知影。要唔过咱饭店若继续进制作按摩椅，这敢讲人客，还佫有同行？袂提这个代志来做文章，我无希望予外人有机会攻击你。所以咱饭店，我绝对袂当予伊在你做位冒险。啊，不过，佳佳，唔免我讲，郭董事长想要解约，咱咧就解约。去小修一下，你若失去这三百台的订单，那还赔钱，甚至佫真正会让人认为咱按摩椅有问题呢。对啦对啦，稍微跟我调，要据理力争。佳佳，点点卖讲话。我也无讲唔对话啊，你都卖佫讲啊啦。郭董事长的意思已经讲得真清楚，莫须有的罪名，伊就是爱我打。咱做生意上较重要的就是讲信用。科长所长硬要破坏家己饭店的信用，就是要跟我解约。
安尼我无话通讲。无需要好考虑啊！不管我的人客是谁，我拢希望大家是欢欢喜喜买我的产品。即卖既然我的人客无想要买啊，那呢我嘛无强求，我就当作是我家己的产品，信用度无够，阁爱继续加强。交料，阿爸，你等我。林一芳，你别跟我打，我得为你付出上大的代价。我唔是要责备你，既然你听有，嘛会晓讲话，是安怎无要甲我，还佮阮妈妈讲？你敢知影毕守宇，还佮有写字，真正足麻烦的。我唔是故意骗你的，只是原本连喘气都不起来了，要哪起来讲话？后来你误会，我袂晓讲话，我都唔知要哪解释啊，是的。做落去啦，至少即马甲你讲代志会较方便。安尼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的身份还佫有背景？那安尼至少你是毋是会当甲我讲，你叫啥物名？我感觉你也是叫阿妹就好啊。我若是约了无唔对，你来阮庄家所在，应该唔是来找人，是想骗什么人对无？拄只虎山科医生讲我回来真好，我想我应该离开啊，等下孙医师去几间照顾。你记着。你先跟我讲你要去倒，啊，若无，我无可能帮你一个人凊彩胡白乱走。医药费，还佫有食的、穿的，迄个钱拢爱袂甲你算，我哪有可能帮你走的？多谢孙医师的关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的。哎，等下，你莫抓准我是你想迄款。有爱心、真善良的医生。好啊，食的、穿的，我会当先卖甲你算。啊，不过医药费的，若是每一个病人拢参像你同款欠医药费，予病院我都去继续经营落去。安尼，你叫以后迄破病人是要安怎嘞？我想办法。好啊，等你想着办法。你随时拢会去走。啊，搁有啊，徛伫我做医生的立场，我可劝你，赶紧去配助听器，安尼对你的生活会较方便，嘛较安全。你放心啦，即马新型的助听器哦，拢做甲真细的，若是无真少看，人袂知影的。若是听着拢是歹消息，不如听无是较好。若真正听无，歹代志就袂发生。我会当直接甲你讲，无可能。你来，孙医师，这是这个月的津贴。
然后这是奥多麦的目录，给你参考。我已经跟车行的头家讲好啊，看你介意多一款的机车，会使随时去找伊，伊会给你拍折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其实我跟瑞泽早就有替爸打做的工务啊，但买假药的代志嘛，不是啥物同做啊。爸利用伊的关系，切律师替伊拍官司，应该是乖无几年，就会当出来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瑞泽会选择结束家己的性命？这根本就无参照伊会做的代志啊！其实啊，我这投资啊，真正无啥啦。我是感觉咱这做媒体啊，还佫真有前途啦。譬如讲直播啦、播客啊，佫真侪代志想要做嘛，啊，唔通跨衰这个市场，咱大家来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爸，哎，咱要轻松用好时间，特别搞。哦，时间过啊紧啊，啊。拍摄，我公司还有代志，无明天咱再来讲。哈哈哈，谢谢你，继续加油啊！好好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这人实在有够无聊的。爸，我的目镜刚刚放在内底，你帮我提一下，我就要等你。是。过过年，是你哦、喔，真久无看的呢。啊，你今天也来遮哦，遮拄好。请问你是？啊，你袂记啊？十几年前我甲你做雷射手术，迄个整形医师，我老朱啦。啊，若不是你手的胎记哦，遮特别哦，我恐惊无法度记甲遮清楚啦。啊，我甲你说多谢啦，好加在你当初。替我把雷射处理掉，解决我的困扰，多谢你。哎，无啥啦，啊对啦，雷射以后吼，胎记可能会发生哦，所以你胎记尾下讲过复发。无啦，你的技术足好个哈，所以哦，拢无发起来啊。哦，听讲你嘛做董事长啊，哦，澳岛这些养生医疗中心做这些美容健检专科，安尼讲起来，咱也是同行啊。无啦，无啦。我才拄好开始做啦，你才是前辈，我应该向你好才对啦。你太客气啦，啊对啦，咱两个先换一个名片，后摆会使联络一下。哦，安尼啊，我的名片拄好用了。哦，安尼无要紧啦，我这名片哦，你先留下。哦，啊，我的诊所呢，就咧这边啊尔。后摆老公这美容整形这方面的问题呢，尽量来找我，我会甲你斗三工。哪有需要，我就去找你。嗯阿玲，我先过去哦。啊，好 ，OK。好，刚才我拄只讲到聚会代志的时阵，趁机无伫，伊啥物拢无听到。Johnny 不是李白，替我提目镜，奈无看伊人。喂爸 ，Johnny 啊，你不是替我提目镜，我伫餐厅内底奈无看你。多客户打电话来讲哦，讲因甲咱公司合作合约有问题。啊，拄则有收挂。我袂好甲你讲，爸，我即卖人伫个挂去因公司的路诶，是咧啦，我紧去还奖创哦。哦，安尼啊，我紧啊，合约改定来就好啊，我改坐车转去，啊你无闲做哩。是。
我知影，爸，你一人回去，要注意安全。是。陈启信先生，你是左进哦，啊，今仔是来看什么病？是兄弟介绍我来的啦。伊讲朱医生，你的技术真好，啊，伊之前捌伫你家做过雷射除胎剂手术，啊，拄啊好，我家有赶快困扰，所以今仔日才来家找你咨询。哦，兄弟的做人真正无话讲，啊，这紧就介绍病人来我看哦，啊，本来就是讲伊是口头讲讲的，应付我一下。所以陈先生，你是行当的好朋友。是啦，我甲行当是好朋友啊。行当做人真足好诶，一听到吼我有这方面的困扰，就叫我来找你啊。医生啊，借问一下，动针手术敢完全啊？啊，你有看到行当的正手无？伊是一点仔裂都无。我有听行长讲过的，伊讲伊胎记足特别的。医生，你敢知影是安怎伊安尼讲？哦，行长的正手的这胎记哦，足特别的，亲像一只鹰啊。一开始我看到吼，确实是赤字的，尾仔才知影迄是出世图的胎记，所以足特别的，我印象足深的。爸的胎记真正像鹰啊！阿邦伊妈讲了无唔对，那呢？爸讲的是阿邦的杀父修理。陈先生，你讲要处理的胎记是伫倒位？是不是想我看一下？我会伫脚脚边啦，阿个汤啥不方便？无安尼啦，医生。嗯。你拄仔讲的哦，我清楚啊。啊，我回去我考虑一下，我若真正有这需要，我再回来找你动手术。没问题，多谢。十多年来，我身为优综合病院院长，带领全体员工专心全力照顾患者，把患者当作是家己的亲人，唔呐得到患者家属的安慰，也得到社会大众对咱病院的认同。甲宣传，嘛替咱病院创造出真出色的业绩，予股东享受上大的利益。这事实证明，我就是上适合的院长的人选。希望各位董事投我一票，予我继续做院长，予咱的病院更加进步、团结，创造更加好的未来。多谢大家。人咧讲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伊连家己的后生都教袂好势啊！伊即马讲要带咱病院所有的同仁，行去搁较好的未来，这毋就是白擦诈欺呢？各位董事啊，敢讲你要支持一个诈欺犯，予伊带领咱病院，予外口的人继续笑咱？小英啊，你若要继续讲落去，真正是予人看笑话。您讲的这代志啊，大家早就已经知影啦。我等下有其他代志，啊，大家你唔通浪费时间啦，下当开始投票啊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这边的选举，请陈主任来主持。即摆议长选举正式开始。有政调查书，请问你票要投什么人？我对我家己的领导能力真有信心，我当然支持我家己。有政调查书一票，我嘛支持有政调院长。有政调查书两票。阮三个要投五千元医生一票。5000元，三票。
已经来到三比二啊，还有两位当事也未到，请问郭当事甲老当事，你要投什么人？两位候选人啊，伫医界拢是真出名的大人物，不管是向当选，对咱病人来讲拢是好事。虽然讲啊，对我也无什么影响啊，啊，不过我是决定啊。人讲食果子爱拜树头，我今日有法度来遮做董事，拢是当初杨院长甲我斗相共，所以我当然是要支持尤正德院长啊。即摆尤正德先生搁加一票，请问刘佳佳董事，你这票要投什么人？真乃着搁问，郭夫人早就讲过啊，郭董爱伊刀和阿叔，四票对三票，啊，看来这个情况伊搁要输啊，我实在是看袂落去，飞机先来走好啊。歹势，请问老董事，你敢决定好啊？我已经决定啊！我要投予吴清源医生。佳佳，你是不是太紧张，讲唔对去啊？你应该咧投票，投予尤院长才对啊！我无讲唔对，尤院长连连院长遮尼久啊，我人做看卖嘛袂歹啊，新人亲戚相嘛，无得卡外省的院长，有中华白衣，有新的面貌。对，高夫人，你讲了足对的，权力掌握伤久哦，人就会腐败。你选清源做院长，绝对是你这世人做过上正确的选择。我甲你挂保证，你绝对袂后悔。陈主任，啊，即马票已经投完啦，你是毋应该宣布，即届院长哦是吴清源医生当选？请小弟，小弟才宣布，我要求董事会暂停。抗议！郭董事长，你也毋是阮病院的董事啊，你有啥物资格发暂停啊？哪里发话暂停？会用着无？我即马宣布，董事会延后十分钟。佳佳，我唔是有家己交代，这票爱投予尤院长，你若唔听话，家己投出大呀。俊生，投票是个人的自由啊。我讲一定要听你的话，刚刚袂用的，我想要投予谁投予谁。你什么都唔捌，只是去当初你只是挂名尔，听话就对啊。我知影我什么都唔捌，啊，不过我知影礼义廉耻，我嘛知影怎分辨是好人还是歹人。这个杨院长。伊廖顺讲，伊家己的权威足悬的，都会当欺负时势。明明都是后生无路用，伊歹当去管家，等到变形生不出来，替因爸仔家受委，甚至雪晴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阵，伊阁高明批要求伊，爱让秀贤出去找别个查某，替因的油家生因啦。这件代志。雪晴会当忍，啊，不过我袂当忍，我就是爱替我的好姊妹出一口气，所以我哪有可能把票投予你？除非我的良心去有够薄去。好啊，麦克讲啊，今麦伫咧开董事会，唔是咧讲耍笑，唔是让恁这查某囡仔伫咧耍什么闺蜜游戏的所在，你点点？
别跟我别讲了。俊生，虽然生在我的心上，我想要讲啥就讲啥，敢不是？恰恰，高俊生，你听好清楚，我唔是咧耍啥物闺蜜游戏，我嘛无咧讲耍笑，即便我是认真诶。我这个当厝的位，不是你让给我的，是阮爸爸出钱出土地，我才有的。你敢若出一支嘴，所以上有资格讲话的人是我，应该掂掂的人是你。恰恰，我爱你爱铁地，我用心来交陪，变心爱你心无别离。咱牵手走过生生世世。